根本就无需要互相可怜了。我还有两个后生，唔对，是剩一个啊。这信封唔知啥物时阵才降哦。我爱想办法，互杜清玉阁接受我这个，真难得有这个机会，何来这狗堆儿都拢无伫个。就算讲我拼命啊，一直求，嘛爱互杜清玉良心。妈，你哪伫个车？我无想要看到你啦。我惊伊会咬你啦！小金早起，看有去咬着无？无代志，唔错无？我个在，无代志。你先坐。我刚才又去闪着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你先来去我房间休困一下，我再问看饭店吼有医药箱无，替你处理。啊，多谢。先行啦，再见。哎呦喂，这蛇真正有够恐怖的！我刚才伊出现了，真正足拄好的，多谢提供陪阿斗三工。妈，是的啦，你敢会用阁给我阁信封阁一遍机会？你敢知影信封予你赶出去了后，伊逐工拢食袂落嘛，睏袂好，伊足艰苦嘛，足自责的呢。而且伊今麦知影你破病，伊嘛足着急。所以我才会专工走来遮，想要甲你讲伊的状况啊。艰苦是伊家己造成的啦。既然伊要选择你，家己就要有讲哦。妈，你若是爱我甲信宏离婚，你才会原谅伊，那呢我愿意。我愿意为着信宏做任何代志。你会当安尼想？我真感激你，另外你老师要律师，我咪当介绍予你。甲信宏离婚了后，赡养费我会替信宏予你。等下，等下，这剧本毋是安尼写的，毋是啊！你即马应该足感动的，然后你还接受我才对啊！你哪会答应信宏甲我离婚？你莫怪我心肝硬，安尼结果对咱拢上好啦。你应该知影，我有外万份，你妈妈还佫有人民币。假使你若还佫有一点仔良心，就应该知影我无法度接受你的理由。